试一下可不可以？买错了，赶快去退啊！干都把人家拆起来，厉害厉害呢！哇，错在你一定要把钥匙好转开第一段，第一段就可以了。有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 S 3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销室，耶、yeah ！上次我们在直播嘛，小师出国，我们在直播的时候，不是有网友说要装这个 USB 要怎么装？哎，刚好我们今天就来装这个了。USB 什么？充电？充电的。哦。对啊，这个有几种嘛？有一种就是 USB 直接插了，我们手机就可以充电了。另外一种是，比如说我们装的是多加点烟器的，点烟器就是装的就是一个圆洞嘛。比如说行车记录器的头插进去就可以充电，或者是说有些走暗的，或者是再多加的，好这一种。可是一般来讲，现在 USB 应该会比较方便。好，头的时间呢，有快点哈，直接头。好啊，其实这个说实在不是很困难呐、啊，就是大概就是两条线而已啦。有些人说啊，为什么选这台车这么脏？为什么选这台？这台是我们要即将会当公益车，哎、啊，为什么就用公益车？公益车能做三期，那么捷道家好，刷上哦，好给人看。它这个就会比较简单，这个是电源，好，可以插的电源。这台子是类似像我们的，像手机我们不是有一个豆腐头，应该这个是转换的，它有附几条束带，好，两条线，一头就接这里。接这里，插正负两条，好，负极就随便接加车身就可以了。嗯、啊，正极它是用这一种的，是找到那一条线，假设接的是电源，放进去把它扣起来，电就过了。嗯，这样就有了，就像那样呀，不简单不？有些会经过保险丝，其实它还是有保险丝。这里，这是比较传统那种一机的，你知道吗？一机那种。哎、欸，对，一机的。好，这不是灯泡哦，好、哦，这是保险丝。好，现在有些室内灯可长得跟很像哦，不要装作了。那如果一般他不是问说从保险丝盒直接接出来，如果保险丝盒的有些哈、喔、这边这一头它有设计就是直接往插 FMCA， 啊 FMCA 它就是会有两个保险丝，一个是原本的，一个就是供过来的，啊哪一个烧掉烧过来就没有了。之前比较土炮的就直接把它剪开，一只脚缠在那个保险丝上面啊插下去，烧掉就是没了嘛。可是你如果接在透视镜的，透视镜就不会动了，电动窗的。电窗不会动的，对啊，最怕是接到，比如说我们接到好，我常讲的，如果接到风扇的，它引擎就会过热，就比较危险。或启动马达哇，汽油帮补哇，就是有风险了啊。这个就要找过 ACC 的。假设我抓永久电，永久电的话就是它不管停车怎样都可以充电，很方便没错。可是它会吃电，吃到没了，你车子就没电了。啊，这样我真气。哦，这不凶嘞，会员价大概快800块，778吧。778。对啊，啊，如果没有会员的快1000呢。对啊，900多，这个是专门 for Toyota 的，它是有专用的。比如说我们 Toyota 就买 Toyota 的啊，你上完你上的，还是什么牌子你就自己买。你看它有1、2、3，对吧？它已经装了，有一个是空的啊，我们就是会装这一个。有劲吗？好嘞，好了，全都起来了。是这样吗？你就装这个洞啊，我试一下可不可以？买错了，赶快去退啊！干都把人家拆起来，什么？哎，我厉害的啊，你都不搞我了。这样子起来了、啊，包装打开就不行了。它有分箱吗？应该没有。厉害，厉害呢！哇，错在你不刚呢？为什么它这么差？对，那还说它是 Toyota 专用，有比较小一点点呢。哇，阿赫，阿赫，要去改的。照理讲应该是要一样才对啊，可是它这个做起来比较不太一样，可能就要磨一下。啊，磨一下进去之后又有一点松啊。假设我们现在装好了。这一头就是插一家，哇，这样就插得了。好啊，另外这个啊，这个就到时候找接哪里，找个地方固定啊。一个是负极嘛，这是这样，两个对插的话，插的话，啊，这个是找电源。好啊，电源的话就是要找那个 ACC 的，就是我们钥匙转到第一段有电就可以接那一个。啊，这个负极的更简单了，负极的话就是找车身任何的一个搭铁处就可以接上去，就可以有电了。那你怎么知道它 ACC 开的时候那条线是有电的？所以要有电笔，对，要测一下。如果啊，有些客人说要装啊，其实这个最好是装到，比如说跟点烟器是同一个的保险是最好的，因为它烧掉只有这一个坏掉而已。好，有些会随着室内灯跟室内灯一起，因为这个最少不会说太夸张，坏了没关系，就装一下就好了。假设你今天是窗户打开，万一烧掉，窗户不能动，就下雨怎么办？我也刚刚想那了。可是有的
点烟器不是你下车关电，它还是继续有电？哎，那是你之前的福特，像你那一代都会这样啊？现在的车都不会，现在车通常都会断了，不断的比较少了，可是也有偶尔那种比较特殊的啊。想说直接卡上去就好了，来机博，你我以为这样来都是这样，哎哎，哦好了，没有那么简单就放过你。没有，头塔有分很多代，可是它是比较新款，这是我们比较旧款。可是新的了。对啊，对对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开回去了，走走。不是要开车吗？直接整个拿下来拔。对啊。对。啊，我讲说，因为我们那个工具不够，回来磨一下，因为就是差一点点放不进去啊，放进去的话又偏小了一点点，嗯，到时候可能就要想办法把它固定。还说专用的，有可能是比较新的。那这年份太久了，那台几年的啊？2002的啊。现在市面上应该不会出现2002的东西。磨有两种啦，看你要磨这里，还是要磨这里，你觉得磨哪里比较快？应该都可以了。磨这里。好，那我去拿，吭吭吭，磨一下就好了。他没有在动啊。有啦，很慢呐，就怕片子太短吧。我们用这个做比较符合一般的人在使用。你现在磨了不能退了嘞。你开始想要退钱。好了，再把它固定一点。它这个扣子的这个脚的长短不一样，这样比你就知道了，知道？卡等，哇，嗯，对啊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固定一下。啊，没有卡住啊，它那么下面。对啊。那卡不到啊，不一样的东西啊，底在那边，然后那个勾在很上面的地方。对啊，有两种方式的，嗯，因为我们要抽插嘛，抽插你知道吗？又给抽插，不是拉出坑啊，它收起来，这个跟这个锁在一起，这是一种，嗯，或者是穿个洞，用束带绑起来，嗯，也是一种，嗯，你觉得哪一种？我觉得锁起来会比较好，锁起，但是束带会不会比较坚固？都一样啊。那你觉得呢？我们用锁的好了，一边用锁，一边用束带，要这样。好了，那就用锁的吧。只是锁那个螺帽会不会太粗，然后就卡在外面？所以要找螺丝小一点的，钻那个洞。啊，找个螺丝把它锁起来。啊，螺丝不要找太大颗的，找小颗的，啊，它就永远都不会掉了。你在锁这个要注意，不要把它锁到破掉。所以如果你觉得太紧了，没有，嗯，就是再钻一下，让它松一点。如果再不紧了，没有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塑胶做一个锥形，把它哇绕一个圆圈圈，让它再进去一点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我刚刚说锥形嘛，哦，来，我们现在我们不要说，我们只有嘴巴说说而已。我试给你看一下。哦，你是说让那个螺帽藏在里面这样？对，把这个啊。这个扩大一点，会不会太长？我在看呢，就是不要顶到里面的东西，稍微顶到一点点，顶到会修怕点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拿个片剪把它剪短一点。这边比较远。好了，不会掉了。怎样都不会掉了，戳咖喱，贵州又传来别人让我呀，已经拿过来了。其实比较简单来讲啊，我们店可以直接找那个后视镜的就好了。可是你刚刚不是说后如果要烧掉后视镜不能动？对啊，比较快啊。还在找看是哪一条？我看一下，这是雾灯的，看哪一个是电啊？接地哈，接地，啊怎么都没有电？这个，这是什么？第二三。第三条，熄火，没电。嗯，开电门，有电。有电。关电门，没电。嗯，好，就是这一个，这一条。对，第三个嘛，一二三。嗯，欸，他设计这个，我们就直接用他设计这个了。以前的鞋可以删了，本来我们线是有皮嘛，对，下去然后压下去的话，皮就会稍微破掉啊，那个电线都直接插在家啊，都跪电了，嗯，电就跨过来，这边就有正极的，把它挤下去，它就会破掉了，它直接这样压就好了。你看哦，过电了吗？电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为什么12够？12够了，因为它这个没有发动了。啊，再来就找负极，看哪一个比较。比较好接啊，
好，因为它是一个压一个，这个是被压的，所以这个要先拆起来。那这边有一个纽扣，好，拔掉了啊！看到阿叔哦，看到了，这个我们这个比较好拆啊，叫几条接地的。哦。啊，等一下这个就是这一条就要下去嘛。下来，把它接起来，啊，锁起来就好了。如果在锁这个要注意哈，如果你锁在这个漆面，一边是漆，一边塑胶，你夹中间有可能不过电，也不过电，因为没有跟打铁，没有打这个铁。啊，你如果锁在螺丝的垫片，有没有？我现在是锁螺丝的垫片，螺丝垫片。啊，你就说，哎呀，你可是你锁在塑胶上面，可是整只螺丝，螺丝过去是不是这个螺丝里面的螺牙都会跟车身一起，所以它就有电了。好，阿是爽阿 Q 后，它里面有附赠那个束带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先试一下，我们再先试有没有电。你怎么对这个没有信心呢？好，全部都可以插了。好，开了，我试一下。嚯、哦，为了这个，我刚才我回去拿了线。有了，再次，一二三，插。哎呦，哎呦，再充了。好，这个不只是充手机啊，比如说你手机架可以放在旁边，线就不用那么长，这样短一点的。像这里手机架弄好了，你就用线短短的这样架住就可以了。其实这里也可以改，你看中间这个应该是预留的，没有的话可能比如说，好，假设这边挖一个孔，直接砍在里面。嗯，对，其实也有卖圆的啦，挖圆的是挖一个类似这样一个洞，圆的洞啊，砍进去这样而已。这个插下去，它这个都包住了，其实不会跑出来。嗯。好，但是说你要谨慎一点，用贴布把它包起来也是可以嘛，也是可以的，不能说不行。好，我们包一下好了，不然我怕影片太短。其实包起来有个好处，如果万一有去拉扯到，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掉了。对啊，有时候不小心勾到，或者是说什么东西去拉线的去勾到就掉了啊，掉了哎、欸，奇怪，怎么不能冲？刚好我们今天这个正极是刚好可以这样接的。如果有时候它是做。刚刚说的，它是头是保险丝的，就直接插保险丝，直接过电的，连线都不用破坏，那直接粘接上去就好了。好，这是有保险丝的了，万一烧掉，所以直接换那一个就好了。跟原本的电线绑在一起，才不会有声音。哎，我之前遇过客人说他的 A 柱有声音，就是这个有声音，啊，就我们打开就是一条刚好一条行车记录线在里面，啊，开的话它就这样轻敲啊，声音就出来，就很奇怪。哎，线都不见了，线都不见了，就是把它藏好啊，把它固定好就好了。其实盖起来你也看不到了，叫假溜啊。其实他都帮你设计好，对，就是要找那个线的，对啊，找那个 ACC 通电的线，需要一些技巧。对啊，找一下就好了，其实也不会很困难了、啊。好了嘞，好了，你再试一下看有没有充电。你一定要把钥匙好转开第一段，第一段就可以了。有，第一段就充了。因为第一段有滴滴滴，就是钥匙过了啊。第二段它更不用讲，它不可能断掉，这样应该蛮简单的吧？我刚刚有讲哦，假设我今天行车记录器，我这个电下来，我不想接在这里，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头。现在我们是 USP， 你改成类似像这个圆头的，好放在里面就是插了，好像一般的店家都是放在里面啊，把它贴布钉好，对，缠好不会掉出来嘛，啊，这样就可以供电了，就不会影响到原本的这个电。啊，有些店家是他会从保险丝或者是从这里再拉一组给你这样，如果都吃这个电，哦，这个烧掉是最不会影响到安全的。假设你接冷气就没冷气了。以前不是很常听到都接到冷气？对啊，哎，乱接嘛！我跟你讲，最惨是接到汽油泵断死了，哦，发不动，叭叭叭叭。好，这个是经验啦，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DIY 啦。当然是如果比较困难的，还是请专业去用。好，因为我不晓得家里大家有没有三角电表，其实这个一台应该没有很贵，可以买一台，因为每一集如果用得到，你就可以用了。今天工具用了什么东西？哎，这样而已。啊，磨的不算，磨的不算。你看，我有带一只这个，万一踢实刚刚转得到，如果在里面，可能就转开，锁紧而已。对，其实这一部片虽然看起来很短，我们拍了三天。对，真的三天呢，很奇怪。对，早就一天。对啊，找东西早一天。对，早一天。然后弄车子，昨天打一下，哎，钥匙找不到。没有钥匙。喜欢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好，拜拜。啊。想要再请柯P拍什么就啊，对啊，再留言一下，对啊，对对对。
我们尽可能帮你处理看看。对啊，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了，不要太过困难，有没有？讲得很复杂，自己也听不太懂。咦，好了。Yes，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，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 ，Holden。Best is what suits you。啊，这是下一台公益车。哦，对，下一台公益车。好，先偷偷打个广告，应该会先出来吧？对，这应该会先出来。